说辞啊！哎，说辞啊，兄弟！杀我至亲！ 杀我至亲，破我受困，是谁如此大费周章？赶尽杀绝，凶手到底是谁？啊！喂，你好，这里是掌印的诱惑沉浸式剧本杀。 早点下班。嗯，下班以后去打球。嗯，小朵，你老板先别走啊！姓肖的，出来挡不挡了？能忍吗？等着。 老婆，你刚刚说开除我，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哎呀，我那个新的剧本的词儿都全背完了，就等你这大结局了。这个应当。啊，不是，你看啊，现在对面店铺梁旭那小子都找上门了，我不也是为了我们店的荣誉吗？你慢慢写，我速战速决。 站住！有了，这么快啊！我有了。 你还去打球吗？不去了。一定会，一定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，没有高低贵贱，没有皇权，没有帝王后妃，主宰奴才，也许会有另一个你，另一个我，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。 自由自在的生活。